有品，有味，有沉醉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。我们谈资本，论收藏。一个爱好收藏的人啊，他可以花2.3亿买一个小小的鸡缸杯来喝茶，也可以花几块钱去路边吃排档。照片中你能看出他是刘一谦吗？你能看出这个吃泡面的人近几年花了几十亿买了几件收藏品吗？这就是收藏家，一个真正的收藏者。看似低调朴素，一旦出手，你想不到也玩不起。有些收藏的人家里挂着一幅几亿的画，脖子上面戴着价值百万的珠子串串，嘴里喝着几十万一瓶的酒，但却穿着几十块钱的衣服，开着那个几万块钱的车。这就是收藏的人，他低调奢华有内涵之处。低调，低调，再低调，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。古往今来，中国人自古就有赏酒、品酒、藏酒的爱好。经过几千年文化的沉淀，酒文化早就融入到中华文明的浩瀚之中。美酒之所以能够朝野共赏，倾倒文人雅士，遍载文赋典籍，就其根源不仅仅在于是它的美味，更决定其价值了，是其美酒蕴含的精神魅力。酒中之所以能体现坚贞、温柔、雄强，有时候它还或清秀，或作朴，或凝透，或俊逸，或蕴含深刻的内涵寓意。一旦您与酒结缘，便会产生共鸣，启发灵智，影响甚至改变人的情趣和修养，使饮者陶醉于诗，妙得于默然之中啊。其间所乐，为饮者、尝者自己知道。酒本无语，然人有灵，大自然鬼斧神工之笔，无数能工巧匠的精心酿造，赋予酒的形态美、色泽美、神韵美等诸多美学要素，他们都称著于世。于是呢，兼备了收藏、投资、保值、增值的功能。随着精品老酒资源的日益稀缺，收藏市场的不断扩大，老酒市场呢，现在也鱼目混杂。很多藏家觉得这就是雾里看花啊，好坏难辨啊。市场上面一些老酒动辄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，被誉为世界第一名酒的汉地茅台更是挂上了一个千万级的标签。而一些杂酒呢，现在还给出了白菜价。面对市场上面的老酒两极分化的价格，
很多藏家不知何去何从。今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，宁藏好酒一瓶，不要杂酒十壶。就酒的品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。如今很多藏家啊，都认识到老酒的投资价值，都跃跃欲试。更有一些藏家遇到价格非常低廉的酒啊，便急于购买，急着出手，遇到自己认为贵的就早早的赌开了，说哎呀这个太贵了。其实这个在老酒收藏上是一个大忌。单从价值来看，不同品质级别的好酒升值潜力相差甚大。老酒的等级和品质才是增值保值的关键，在老酒投资的时候，品质才是硬道理。宁缺毋滥，要在资金能力的范围选择品质最好的老酒，力求要少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少而精。品质下沉的老酒，十几年前价格几十块钱，现在可能还是几十块钱，甚至更低。而一瓶品质上乘的老酒，当年的价值几块钱，现在可能上涨到几十万，甚至更高。很简单的道理嘛，物以稀为贵，自古皆然呐、啊。老酒不可再生，不可替代。它作为一款可藏可饮、易于收藏投资的艺术品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。其精品的、真品的老酒作为长远保值增值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不怕买贵，就怕买差，这句话用在老酒收藏上面同样有理。绝对的精品老酒，其价值的上涨是一定的。如今的市场发现一瓶称心好酒已属难求，倘若再加上明确的主题价值、观赏价值、纪念价值等等范畴，细细的品，您慢慢的尝，才是真正具有收藏意义的传承之酒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宁藏好酒一瓶，不要杂酒十壶。